那接下来换我来考考你咯。好的， No problem, I'm always ready, 放马过来吧。我们都知道9月3号是军人节，那请问9月2号又是什么很重要的节日呢？给你点提示，跟你有很大的关联哦。跟我有很大的关联，我知道9月2日是我们海军92海战胜利纪念日 The Victory Day of the Naval Battle of September 2nd。这个答案我想是身为海军的一定都知道，但你可以告诉大家，除了发生在民国47年的92海战，在台湾海峡最后的三场海战是哪三场吗？这个就有一点难度了，但我还是可以告诉大家，这三场海战分别是发生在民国54年到55年之间的东引、八六以及乌丘海战。嗯，完全正确。接下来用生命守护家园，将用清华大学的中坚老师和海军备役上校周怡庆为官兵弟兄姐妹来解说海军先烈的故事，一块来看。说到海军，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在海面上优雅航行，桅杆上扬着国旗的舰艇，是穿着整齐白甲式军服，领口上系着飘带的水兵，还是咬着牙忍着伤匍匐前进通过天堂路的两栖蛙人呢？其实以上都对。我们都知道海军是科技军种，具有空中、水面、陆地以及水下的多维立体作战能力，海军的创建与兴盛更是与中华民国国运息息相关。而今天的主持人也很特别，他是刚卸下军职转任公职的海军备役上校周怡庆。各位观众或许对他有点陌生，但是他之前在军中文宣部门工作，负责编辑许多有关海军的专书，像是镇海靖江、江海岁月等等，更是110年国军文艺金像奖剧本类的金像奖得主。而深受举光园地资深观众喜爱的系列节目《军史探究》就是由他一手策划的，所以说由他来主持这个单元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而讲师则是国立清华大学中坚教授钟博士，不但是生医工程与环境科学领域的专家，身为海军子弟的他对海军可说是情有独钟，而且目前是清华学院国防精英组的总导师。借由两个人的对话，一定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海军忠义军风与锚炼精神。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跟着两位老师一起出航吧。我们今天这个举光日用生命守护家园的系列，今天要讲海军。那很碰巧的，我们的首播啊，正好是九二海战64周年的纪念日。我们知道九二海战对于海军来讲意义重大，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九二海战？第二次台海危机，也就是俗称的八二三台海战役。那共军突然对金门岛群发动疯狂的炮击，主要是封锁金门。那为了反封锁，因此海军从8月27号开始就执行运补任务，突破封锁。到了九月二号的凌晨，那美军军舰啊抢滩登陆，那侧护美军的这艘巡逻舰呢就叫做沱江军舰，那忽然在廖罗湾水域发现到10000码之外的镇海角，忽然窜出了10多艘共军的鱼雷快艇，逼近美军军舰，因此呢他就单枪匹马单舰就对头。截击这些中共的快艇跟鱼雷艇炮艇，那因此呢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九二海战。那我们也知道九二海战里面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就是医官陈科荣在里面英勇牺牲的故事。九二海战是以沱江军舰单舰去截击中共十余艘鱼雷快艇，因此呢这艘军舰之所以能够得到虎字旗，是因为小小的一艘 PC 巡逻舰，舰上的官兵70多个人就英勇的冲进了共军的艇海阵列当中相互对射。那艇上你也知道，舱面的官兵伤亡非常的惨重，机舱也中弹进水，舰上的医官陈科荣上尉
就在里面执行紧急减伤分类跟抢救，但是很不幸的一颗共军的穿甲弹就击中了这个官丁，陈毅官呢腹部以下全部都大量的出血受伤，但是他还是坚持替受伤的官兵袍泽裹伤啊。那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失血过多之前，他还交代副长说急救包里面的有红十字的那个那一面是清消消毒过的，请其他协助的官兵们记得要把红十字要敷在伤口上不要摆在外面弄翻了，最后才咽下最后一口气。对，他实在是非常的感人，也非常的尽责啊。是，所以后来在我们三军总医院的基隆分院有一栋科荣楼，就是因陈科荣医官命名的一栋大楼，作为纪念他。我访问过一个位也是参加过九二海战的一个老前辈，那 他的名字叫田祥富，他是轮机员，那个时候他是轮机员，他刚毕业到了船上，他跟我讲说，当海战发生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办，他就只能凭着平时训练的本能，他就是救了他的炮位，然后装了弹，他就开始打。他跟我说，他看到旁边的人中弹身亡，他其实来不及去想，他就只能做好在这个时候做好他该做的事情。所以说，他说他打完了驼将军舰，最后失去动力了，被拖带到了马公，到了马公港。他说这个码头上有舰帮他们准备好了面。他说他下了码头之后呢，吃了一碗面。他跟我说，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面，是那个味道，他到现在都还记得。是啊，舰上的每一位官兵其实都是英雄，海军就是一个团队，同舟共济。那在不论是在舱面或者在轮机舱，每个人都有他的战斗部署的岗位他们临战状态之下其实也没时间多想几乎就是以跑百米冲刺的就定位之后就执行作战任务。老师，您刚刚也讲到一个重点，海军其实不太崇尚所谓的英雄主义，就讲的就是一个团体作战。那我们知道，其实尊翁钟汉波将军他在担任永定舰长的时候也参加过一江山战役，老师跟我们讲一下这段故事好不好？是，那个时候我还小，那童言就有童语，我时常问刚刚靠港的爸爸说你去了哪里，他说一江山，我当然不知道是在哪里，但是我童言童语就跟我爸爸讲，那一定比月亮还要远。他问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说我在眷村窗前可以看到明月，但是看不到海峡尽头的一江山。对，所以父亲觉得说他有一点内疚，因为他在担任舰长一年多期间只看过我两次，其他时间都在前线。那刚刚讲到的一江山事实上就是浙海战役，也就是第一次台海危机。那父亲率领的永定军舰在浙海的任务大概可以分成四种：定征、哨戒、专送跟机动接战那机动接战的场景其实是所有官兵都最后必须要面对的挑战包括了共军海航兵的米格15的歼击机俯冲扫射军舰当然也包括了跟共军的船团在井门水道里面的夜战逼退他们的船团回头，那更包括了护送我们的游击舰儿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干员突袭登陆大陆的这个暗滩也护送他们回来，那也包括了对大陆的暗轰，甚至在一江山对面的头文岛，那父亲也率舰跟共军海岸炮兵的重炮群对战这一年多下来虽然说没有赫赫的战功，但是也招招实实的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打了一年的硬仗。是，老师，其实钟汉波将军这也让我们这个海军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他担任驻日武官的时候，这个为国争光。老师也跟我们讲一下这段故事。可以简单的讲一下，我想各位一定还记得甲午海战，对，也就是日清为了朝鲜半岛打了一场这个举世闻名的甲午战争1894年，那很遗憾的就是清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至于很多军舰被击沉、击毁，甚至被俘，其中旗舰的铁锚、炮弹、锚链全部都被日本掳去，当作战利品展示在东京都的上野公园。一直到二战战后我们要求索赔索还这些前朝的遗物，
但是因为在美军的管辖之下，他们不准，因为战争的所得仅限于二次世界大战，那1894年的甲午海战不算。因此呢，我们驻日代表团曾经派过经济组的公使去索还，拿不回来。然后海军总部又派了一位中校的武官去，也拿不回来。那轮派到复兴去的时候，他心生一计，说盟军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因此他就把这个议题转换成说，我们要消灭日本的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的缘起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所以对方一听之下也对，因为不管是甲午海战，不管是后面的日露战争，也就是在朝鲜日俄的战争，以及后面的侵华战争跟太平洋战争，其实都是军国主义。因此麦克阿瑟统帅认为说，哎，这个言之成理，打消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这个动作，就是要把具有军国主义宣扬的这个遗物啊，全部都要还给中华民国。因此在短短一个半月之内，复兴就把它拿回来了。所以老师，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海军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很灵活，海军人很灵活，而且对的事情我就很坚持的一定要把它做到。是，余庆本身也是海军的，我想在海上面一定要灵光，对，那头脑反应要快，否则的话没有办法遂行任务。谢老师。老师，您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啊，里面有很多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当然您可能用笔名或者是用一些隐喻的方式把它带过去。里面有句话我非常的感动，您写到说，这个如果没有人用笔记录他们过乱世的机事，那么他们的事迹将很快被遗忘，甚至当作从来没有发生。我觉得您发了一个很大的愿望啊，想要把这些所谓这个拜官野史也好，或者是并没有纳入正史的一些小故事写下来，可以让我们后面的人去遵循，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传承的责任。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认识海军是从看老师的书开始认识海军的。老师也有对这个八六海战，民国1955年八六海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研究。这个八六海战可不可以老师也跟我们大家提点一下？是，其实住在眷村里面有一个蛮大的特色，尤其是在海军，父亲辈们都是同事，那孩子们都是同学，那也都是玩伴。那八六海战主要就是回溯到19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反攻伟大的计划，那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国光对作战计划。那在国光反攻计划里面这个先期要做的就是威力搜索的动作，那海军责无旁贷，就必须要运送陆军的特种情报队从山东到海南岛不断的在做突袭，做威力搜索。那其中一个海啸一号的任务呢，就委派给海军执行。那在8月初的时候，那这个计划已经拟定，我们就派遣了2艘作战舰，一艘是剑门，另外一艘是长江。那由我们同眷村的胡伯伯，也就是胡家恒将军呢，来带队。船过了中线之后就已经被侦获了，因此计划呢就变成是在曝光的作业之下必须要强行登陆。那共军就发动了汕头的水警部队15艘，后面再追加15艘的快艇跟炮艇，在东山岛外去拦截这2艘军舰。那很不幸的，在这个停海战术之下，那2艘作战舰呢都先后沉损，那胡将军本身也殉国。那这场战役我们将近200位弟兄们参战，有170多位殉职，30多位被俘，那只有10位不到被过往的商轮渔船跟美军的驱逐舰救回，所以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次海战。那这个当然败军之将是不能言勇，那但是最后在李喜明任海军司令的时候呢，终于为了他们特别对外宣告，他们也是平凡中的真英雄。是，所以大家呢后面呢就开始对八六海战呢有比较正面的着墨跟叙述跟追悼和纪念。
老师您客气了，其实我们八六海战五十周年的经典活动，老师才是出了最大的力。我在幕后帮了一点小忙。八六海战它有一个时代意义，就是它等于是一个转捩点，让两岸从对峙变成对谈。所以其实八六海战稳固了台海之后的局势，一直到现在。这也是我们一开头我们讲的，其实海军的强盛是关系到国运的。那老师，我们也看到最近中共有很多不理性的一些行为啊，他在我们这个台海周边的军演，那我们也从国防部从海军发布的照片看到，我们海军的官兵舰艇官兵啊非常的辛苦，他们真的是不分日夜，那也不畏波涛，就这样子不畏危险啊，就这样子对峙。那甚至有发布一些这个日记啊，大家看了都很感动。那老师您这个身为海军的子弟，我想您一定非常的感同身受，是不是也请您给我们海军的官兵鼓励一下？是，海峡最后三场海战都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1965年，基本上这五十多年没有改变的，就是海峡两岸依然呢是处于所谓的备战状态。所以在过往这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各位在镜头上看到的是海军的跑者一如以往五十多年来的传承的军风，在海峡高密度的征询。我想镜头前面的观众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在作战舰上的征询的滋味，因为是在一个极度紧绷的状态之下，你必须要非常细心的去观察有没有任何违常的事端发生在你的周遭。我有很多学生目前都还在海上征询，他们回到港之后发了一个 line 给我，他告诉我现在还是在所谓的待命状态，属于这个立待舰，就是立即待命舰，随时要准备紧急出港。那这样子已经差不多一个多月，所以那个辛苦很难有人能够体会。我本人在过往十几年政府服务的时候，都在军舰跟公务船上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所以不瞒您说，累积到现在我已经有超过30000海里的这个经历在军舰上，所以我能够体会到一个锚链精神的真正含义。老师您说您这个累积的海里数了30000海里，30000海里以上哦，海军应该要发给你一个海光奖章才对。是，那聊到这个海上的生活，就不得不提到国防部政战局所承办的国土见证的南沙研习营。对啊，因为9天8夜的研习营，可以让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能够有机会了解南疆太平岛以及巡弋南海的辛苦。真的要上了船，跟着海军走这一趟，是到了作战舰才会知道他们的辛苦。没错，因为在海上你的三维空间的空域里面都是在晃动，即使是泊港靠港，船仍然在晃。对，所以在这个极端体力挑战的情境之下，你还要执行任务，那是要磨练出来的。对，常言道树有根水有源，身为军人当然要知道军史。经过老师讲述几个故事，电视机前的观众应该都是收获满满，也要谢谢钟老师用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大家能够再一次了解认识海军，也让我们对海军先烈保卫国家自由民主的付出表达感佩之意。都说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军舰何尝不是如此。一艘艘老军舰随着新兵力陆续完成整建，功成身退走入历史，展现在国人面前的是新一代的海军，新一代的战舰。但持恒不变的是舰与人所交织成的无畏灵魂，一如既往忠诚地捍卫海疆，守护着中华民国。军舰正象征国家领土的延伸，一代一代的新海军弟兄姐妹承先启后，继续在海洋上乘长风破巨浪，涌向前航。